紧接着这首《最后的墨西干人》有着浓浓的印第安色彩。我第一次听这首乐曲的时候啊，就被他那深刻又动人的曲调所吸引，听着听着仿佛进入了雨林的部落当中，被带入了墨西干人的世界里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首由李浪老师重新编曲，协奏花影乐团独奏，许荣恩、曾顺庸、张辅行、李浪、陈玉范、黄孟娇老师舞蹈 D Plus 舞团带来的这一首《最后的墨西干人》。掌声欢迎指挥蔡正佳老师。
高潮起伏跌宕的自由化墨西哥人，谢谢演出老师们。